在哪里呢？先在最日万的地方加上一个什么呢？加上一个数字，这个数字是什么呢？这个数字啊，就是现在总共有几列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拿出来之后呢，再根据这一列再加一的下面那个位置，啊，那等到全部资料写完之后，再把这个数字怎么样呢？再加一嘛，对不对？加一表示哎又多一列了。之后呢，哎再拿出来再加一哈，所以这个数字呢，永远哈都会一直往下来加。但是这个方法哈，但还是有缺点的，因为哈，如果不小心使用者怎么样呢，把资料给删掉的话，哇，那你这个程式就有问题了，哦，但是也是一个方法。所以你担心使用者把它删掉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样呢？把这个数字有没有，把它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白色的，有没有？现在这个地方，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，你不知道这上面有东西的哈，这是一个方法。那这个第一个方法怎么做啊？我想来看一下。首先的话呢，这个程式部分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。首先的话呢，请各位在这里再增加一个那个按钮，也是增加 command button， 然后在这个地方再拖拉一个 command button， 然后呢名称的话呢给它叫 recall， 就是把这地方名称改一下，那上面的 caption 呢把它改成记录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产生这个按钮，界面上面就多一个按钮，把它点两下之后的话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哦，这个也是我放在，应该是跟那个我云端空间上面看到的，这应该是一样的哦。那我是在那个 Z1 上面，有没有先增加一个，那你可以先加或者在里面加都可以，那云端空间上面是加，是先加再丢给他，那我这边哦，程式我结果也是一样哦，这个是先取得哦，先取得这个 Z1 里面的值，对不对？取得这个例外里面的值，比如说现在是4，对不对？4的话呢，表示现在有4列的资料，那我应该写在哪里呢？4列，那应该写到第5列，那我要怎么样把资料呢写到第5列呢？分别把这5个资料啊，特别重要，这个名称你请注意一下啊，它的顺序。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借款的金额吧，所以这边的话分别1到5，然后呢后面的话呢要写到哪一，那么前面的是列哪一列，对不对？那一定是 A 加一列，然后呢栏的话呢是1到5栏，那最后的话呢，当资料写完毕之后，记录完之后的话呢，再做一个动作，把这个 Z1 里面的值怎么样再加一，所以呢把 A 加一之后的话再写回去，像这个数字呢就会再增加一了。 OK， 那这边的话呢，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。那这里的话我来看一下，这边就是说，这地方先增加一个新的工作表哦。那上面的话呢，请第一列上面就增加那个我们的栏位的标题哦，标题部分。OK， 好，试试看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